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？我的姿势没有灵魂的气体，我看完全没听见，应该是不是太大问题了。看到没有，满分了，我把你搞吗？看到没有，满分21520分，有什么是气势啊？啊，造死啊！我的 K。芭比，我有看到你的那个讯息，我等一下实况完我会加你哦。我想到你怎么都没反应呢？我无光暗珠哦。死神召唤。不要我看留言啊，不是我的留言跟实况，的速度应该是，会同步吗？我不知道其实刚才是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，我就顺顺的给他过去啊。那种是说真的，其实说真的，就算你们真的已经提早告诉我，可能我还是看不到，我在猜。居然是在仙宫，其他都还好，就是仙宫那一关啊。让我没戏啊。第一关结束前，对啊。应该说第七关就直接把它关掉了。把新珠消掉了。今天280抽卡加倍，好可怕、啊，很可怕吗？这哪一关啊？第四关哦，4、5、6、7，该 OK 的，亏。其实每个人有个手势，也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。像我右转往右的圈圈会比较转比较顺，往左比较不顺。先把弄掉。习惯从右转到左，对啊，我也是习惯从右转到左。9层都没打，1层都会地狱哦。有的人是为了鸟、为了素材来打的，其实我也是属于这种的。我很少来这边打，因为这还蛮花时间的，因为他不能一直打。那个暗珠是15，不过无所谓，照样弄过去哦。随机直上燃烧哦，我认为3只都要关了，我认为是这样。靠背啊，干，算是严重的失误，刚刚。因为我还要减伤啊。我要减伤了，找人看起来应该是可以减的感觉。感激接下来按住熊或许卖鬼蛋鸡。
魔技哦，有啊，技能都起来了，不用抹了。对啊，直接过了。第八关哦，仙宫加上一重哦，还没有啊？我来看老师诶，干这天呢？电击我应该处理掉。哇，我这回啊，七十几万应该还好啦哦。没火珠 ，CD 死或什么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哎呦，到第十关可以。抢电夺日光，好、哦、啊，那有掉，那有掉。新规节目哦，盖恐怖，这千万唔能碰着，靠背啊！敢考验我的啊，斜转的吼、哦！一只，哎对，就是要处理你一只尔。我要六回合吼，我看一下、哦。一二三四五六 ，OK 啦，亏，亏，再回来了，再回十重燃烧要技能吗？哪里有十重啊？你得讲一下。对，定点燃烧你啊！我不想讲，什么十重啊？你惊死我！哦，一波把它带走，最好是的、啊，最好是一波带走。个人认为是这样会比较好。看到这个坚持，这个坚持是啊，有些时候为了坚持就是可以做出一些好东西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一下下一关 ，OK 了。准时收看，漂亮漂亮，就觉得那个是吗？我看还是很顺哎、欸，看你啊，你就看你哪边舒服哪边去啊。其实给你们有选择，就是这个好处啊。应该是袂定在缺珠吧？你掉那么多新珠给我是啥？我得不爱新珠，你即摆给我一堆堆新珠是要创啥？唔知你看，你要这是目的是什么啦？鸡鸡哟啦，啊老马哟！我的观众我咧话，你唔是我的观众，刚好赶上直播，这个打完就打地狱哦。有啊，我说提早开台，我说了。木珠是啥？安怎啊？哎、欸，水珠没掉呢。不会吧？哦，吓死了！哎、欸，我做一颗攻击珠哎、欸，感觉很无感哦。
忘了几家。随机转光光的双重冰冻，随机转光，好，不要把我出处转掉。230万哎。我想一下哦。我决定我的战术要换一下。我不开八风，八风怕有意外。我看他随机转光是转到哪一光哦？看他转的有多两光，我觉得这关有设陷阱给你，懂我意思吗？这关应该有设陷阱，什么陷阱呢？就是他把你攻击珠转掉，所以你看一下攻击珠够多再开水火木屋啊，最好是火珠多。可以锤了，可以锤了。我看一下下面后面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。三重电击五十紧张全部都到了，没有，没问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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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样没问题啊，啊，应该是没问题啊，啊，有问题要提出来啊，哈、啊，我看一下观众有没有问题。哦、啊，我会看留言的，我来看的，我来看喽、哦，看一下。第一次看台，欢迎欢迎！以后看久你就会想要来这台，直接喝六神合体比较快。五感四三抽，一光一暗裂，看啊谁？当个猎人大师，这是猎人啊，这关卡是猎人，知道吗？我把这关卡裂掉了，靠边那什么东西啊？对，我看一下，那几颗到底是什么？我来看一下哈，而且20秒就被瓦固了。注意看哦，暗火木星，暗火木星，暗火木星暗，暗火木星暗，最后一个看不到，暗火木星暗，暗火木星星星火。星，这是暗，这是火，应该是没错吧？应该是没错，应该来啊，应该来。干，那个不能动它，忘记哪一个是星了。先处理掉左边的，先处理掉右边那招了。哎，两招处理掉，早说嘛。三重电击腐蚀啊！我觉得他都给我星珠，不然就给我暗珠，不然就给我光珠、欸。我觉得这个有阴谋哎啊！你们觉得有没有阴谋论？啊，你们觉得呢？我个人觉得是有。哦 ，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哦 ，Oh my god！ 哦，操！干玩个游戏他妈一定要这么刺激就对。哦。好，你赶快走一走，赶快走！你看光暗星超多的，真的光暗星超多哎！你就觉得火珠跟那个，来边惊边惊，好边惊边惊哦，抢天夺日机啊！哦，张系列机关，干别送啊，干！哦，干别送啊！哇 ，OK 啦 ，OK 啦。OK 了啊、哦，看起来是没有特别的意外了啊、哦，应该是不会特别的意外了。特别的意外给特别百姓，我的基因、应该不会特别的意外吧？啊，你个魔鬼！等一下这个关他妈我再没过，我十抽，谁跟我他妈再没过，我十抽！我、干，我看到裤头有点吓到哎、欸。不会的啦，看哪里？你们脸很可怕吗？我十抽，听好，各位有听到我十抽。哦，哎、欸、，MH，
啊 ，Terry， 百姓已经啊，已经对说已经说实抽了、哦。哎，靠北，自己想想。贼就看这一单哦，就看这一单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下一关我们再来喊，好吧？实抽、哦，注意听哦，实抽。我再来个吸金大法哦，会的。舒服啊，舒服啊！欸、那个星珠永远都会流嘞，是怎样啊？可不可以不要流星啊？啊啊！这歌唱多了是不是，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？我的姿势没有灵魂的气体，我看完全没听见，应该是不是太大问题啊？看到没有，满分哦！我跟你讲哦，看到没有，满分21520分，有什么是气势啊？啊，造死啊！我的 K， 哦，为什么康博士会有点少的感觉？就是因为他掉的不够多，他给你黑色很多啦。你以为这样我就过不了了吗？嗯，你以为给我黑色很多我就过不了了吗？想太多，平走八凤王加三屋，什么关卡过不了呢？我超怕过他那个，还打不死他，怎么超怕？据说听到了，手枪，对，好给，吓死！刚，四康过来，三到五康过来，过来，欧了，切！哦 ，Oh my god， 枪法都忘记了。